一条龙四五六，自有生人在左右。哦，这条龙一二三，不怕死的来闯关。大豹子三个一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请问你就是传说中四大天王之一的散财赌王吗？是聚财赌王。在下叶问。哦，巧了，正想找你呢，还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请问哪那么多问题？赌王，我只是想进九龙城寨探寻真相，打赢了我再说。真他娘的丧气，看来今天不宜赌博。给